好了呀。是讲要讲啥？恁即嘛，每一个人的心嘛，白掉嘞。白条到破病，所以师父要送你们一句话，叫做对人要慢，对事要快。为啥？事有顺序，事有流程，跳不得。他就算跳也只能是顺序的跳，但不能把做事的顺序拿过来比照对人的伦理顺序。为什么？因为人高低位阶不同，毛病不同，心情不同，对人要慢慢经营，深情真知己得要缓缓交流，这样在你们心中快慢分得了得，才能分出虚实，就不会自己为难自己了，懂吗？第二，讲完了，再来。